好嘛，看屁！我先洗个澡。没玩过这个，没关系，我来教你怎么用。不玩这种的。别怕嘛，一点小金句而已，谁知你也会爱上的。看看你们小姐啊，不配合就算了，还把我打成这样。我付钱了，你们到底凭什么？哎呦！天地良心啊！我还真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啊，警察小哥哥，你别听他乱讲。我们店呢，可是正正当当在营业的，可没做什么见不得人的。哎，我问你，我头上的这个伤，你打算怎么负责？我操你妈！你对我们家小姐这么变态，我不告你已经很不错了，还负你他妈的什么责啊？你看你这个什么嘴脸啊！你要纵容这个外国人来欺负我们？外国人，这什么？听见你说没？不，不是我。吵什么吵啊！你再吵，我要让全台北市民。不是，我们台湾怎么了？啊，可不可以不要了？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好了，好了吧？有这么气吗？也别气了吧。那个小林嗓看起来是很好色，没错啊，谁知道他这么变态啊？真的是。好嘛。我答应你，我下次一定好好帮你筛选客人啊。好嘛，看屁呀！哦，凑的那些钱又不是放进我自己口袋，奇怪，最近生意不好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都回流到光那里去了，我总是要想想办法吧。我在吃东西，你可不可以不要吵？胃口都没了。好，我不吵，我不说话，我闭嘴可以吧？大不了我把抽的那些钱全部都还给你可以吧？我不吃了，我没胃口。